遇到一条断头路。导航又导过，不是导航，这次是我们司机的责任，他那个以为这边可以过，原来又封路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上这个桥，反正又要绕一大圈。没事，我们去马尾走走。前面这里就是中国近代船业的发源地，寿那什么船到寿业是吗？福州船政局，中国第一艘近代船啊，这个大船中国第一艘代表，这件事。我们现在就到这个可以看到刚刚那个超现代建筑的这个远景，我们在这个桥上给大家看一下它的外观。我们现在到福州南站，刚刚又有一条路又走不了，现在我们又要绕一大圈进到那个村子里面。这个老人家。帅哥，问一下，这里有个北山正式宗祠吗？正式宗祠？有个宗祠有没有？宗祠？祠堂吗？北山就是在前面这条路，这条路可以往前走吗？可以哈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奇怪，本地人都不知道，我看着感觉不像福建。这个宗祠该不会被拆了吧？现在我们就继续往这个村子进发。这个宗祠藏的也太深了。暗访神秘宗祠。现在我们就到这个正式宗祠的附近，然后现在我们要去找一下，看看不知道能不能找到这个正式宗祠，我们就往那个地方靠一下。导航是已经指示到这边是已经不能再进去了，所以说车子就停在那边，然后我们步行过来寻找看看。目前来看不太像有宗祠的样子。你是对面那个吗？对面。对面那个该不会就是我们一直在找的那个正式宗祠吧？不会吧？这导航给我们导到一个，不知道啊？去没去过宗祠？去过。像吗？这个？其实长得就差不多这样子。差不多这样子。对对对。不过是吗？我们往这边看一下。不过这边都是普通的这种村庄，也没有看到什么宗祠。按道理说，宗祠应该是很显眼的地方才对。这边什么都没有，榕树倒是挺多的，一路上都是榕树，怪不得福州叫榕都。